Hello， 大家好，我是哈姆，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大家订阅、点赞、看一道，非常感谢你们。好的，来玩这款《放置铁路大亨》Idol Railway Tycoon。Facebook、Google 游客。OK， 来吧。应该是点击建造，然后放置收益赚钱，大概是这样的玩法吧。那游戏是我在那个 Play 商店推荐区看到的，所以说不算新游啦，下载次数应该还蛮多的。我看一下下载次数是500,000+。那这种游戏大家都是国际服版本，没有代理。好，好，铁路的玩法，这种类型很多啊，有医院的，有便利商店的，有网咖的，有运动场的。那这个是铁路的。好，建造这个椅子，后车座椅。哦，没错，还会有超市。台湾的那个火车站都有 Seven 啊，有的有全家嘛，不一定，大部分都 Seven。然后之前的话还会有那个蒸鲜回转寿司，现在好像都移到站外了啦，有些在站内，有些在站外。我住桃园，桃园以前站内有，后来移到站外去了。中立有一家中，我之前在中立有时候会去买。欸，现在要干嘛？哦，他们在等是不是？这感觉是火车、高铁之类的。漩涡号，24名旅客是不是？24名。这种游戏寓教于乐啊，你可以稍微玩一下，然后又可以了解一下火车的运营的那个机制是怎样，蛮适合给小朋友玩的吧。王朝号，只是说你没有那一种台湾火车的感觉或日本火车的感觉，因为这感觉是国外的。虽然我也不是火车铁道迷啊，完全不是，所以我没有认识半台火车。很多台湾的铁道迷都是在那个车子火车要首航首次要那个跑的时候或是要结束的时候都会去拍照嘛。最近好像有几部那个新的列车试跑吧，新闻有报啦，可是我记不住那个火车的型号。他说这边候车大厅要升级是不是？我不知道欸，好像自由了说，那我们来玩吧，来仔细看一下。这个17不知道，点了没反应。这个是体力，然后这好像是我们的钱，政府补贴。那我现在的火车站在这里，格林瓦德火车站，不知道在哪里，可能是虚构的吧，是不是？还是国外的啊。然后这是我每日的利润，政府补贴、商业收入，应该是刚刚那个便利商店吧。然后车票，这个应该是要看广告吧？果然，就是这种游戏它没有强制性广告，但是它会有那种跳出那种广告收益，就是你看广告会获得收益。你看这边可以加50%。这个看广告，可能你的收益可以提升到50%吧。好，来看一下设定哦，音乐音效。那我现在是用游客嘛，你可以绑定 Facebook 跟 Google， 然后繁体中文哦，国际服版本，所以多国语言。然后这个是商店吧，商城啊，哦，要花台币2900啊，1450啊，这个很贵啊。
我不知道这种小游戏你们会想要充值氪金吗？我比较不能理解。好，这边是任务吗？我们可以跟着这个任务来做。然后这个是目前的关卡，是不是？不能开始，不能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要6000啊，要6000，我现在才2400，6000才可以开始跑这个进度，是不是？好，反正我不能跑，这个我不能跑。那这个是什么东西？我的路线解锁要1000，然后需要这个金牌80，我现在才17而已。好，现在有三个火车：王朝、漩涡、怒火。这个应该是翻译的吧？新手礼包170。好，大概是这样吧，大概是这样。然后这都是要看广告。那不知道干嘛，对不对？我们就跟着这个任务来做一下吧。双麒麟贵升到2级，点了不能，它不会自动前往。那不能自动前往，就自己来吧。双麒麟贵在哪里？结账台这个。好，没钱了。没钱的话，做任务他就会给我们钱，所以要跟着任务做。好，这边有一个超市忍藏厨500，忍藏厨没看到啊？这个是冷藏柜是不是？我看错了吗？哦，冷藏柜啊！哎呀，抱歉抱歉，字比较小。在候车大厅建造电子显示的萤幕，候车大厅是这里，这个是我们等车的大厅嘛？游戏应该是可以放大吧？哦，不能放大缩小，欸，好吧，不能。好，我们点一下这边，这个，好，继续。然后这个星星满了可以升级了。可以升星吧？好，我们这边可以升星，就客人的满意度是不是啊？好，冷藏柜升到3级，然后盖三个这个位置，点一下，然后冷藏柜，好，升到3级。他没有让你点的就直接自己跑过去，他让你要自己去找。洗手间要在哪里呀？这里哦，我看一下哦，它固定的啦，固定的就是说你不能自由建造，而是点了之后它固定就是这个。还要9分钟卡关，不想卡关的话就要花这个紫色钻石，紫色钻石的话，哦，这边就要买。要花钱买，它一直有铃声呢，怎样啊？哦，让那个乘客过来是不是？一样是看广告，不想看广告就只能慢慢玩。哦，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卡关了嘛。好，这边的话可以盖这个三个后车座椅。那哇，好贵哦！天哪，应该是这个吧？这应该是这样，因为那个是升级啦，升级比较贵，盖的话比较没那么贵。好，获得三个紫钻。嗯，我们这边就没有钞票可以让你继续获得了，变成说你钞票会不够。哦，不够的话。要看广告，没办法。那这个可以画一下，瞬间给它完成一下。好，盖完这个洗手间，获得两把钥匙。钥匙刚刚好像那个这边有，
消耗这个钥匙，然后 拿到这个基础宝箱，我也不知道宝箱可以干嘛。我这边有一些可以切的。好，基本上我已经卡关了啦，它就没有让你可以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下去，除非你要看广告。如果是大陆手游的话，它不会这样。大陆手游让你疯狂的一直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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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了二三十分钟还在点，让你一直做主线任务，让你一直点。我那这边就没有办法了，任务已经差不多了。那有没有其他赚钱的方法啊？好像只能慢慢赚钱欸。火车时刻表什么时候来啊？刚刚不是有一个火车时刻表，忘记怎么弄了，因为那个教学太快了。这里政府补贴加时，然后要8000，没办法。自动售票机有1500，可以让这个人然后跑快一点，分散你的人流吧。我看一下我还可以做什么任务啊，没有任务了欸。好，再来就是要盖东西啊，盖东西。哇，这个超贵，竟然要4个小时，然后15万。我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没盖啊？餐厅哦，3500，这个要5万，吸烟室。厕所的话，盖一下洗手间，无聊盖一下，他们就会来上厕所了。反正就有星星啦，他们完成之后他们会有星星，这个星星你就可以去点击，然后就可以 升级这个奖牌吧。然后他们就开始上厕所了。好，大概是这样啦，因为再来就只能慢慢等，不然就是要看广告。好，上完厕所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星星？啊，你们上完厕所，给个满意度吧，给个满意吧，好不好？月台2级哟。这边都是在看广告啊，这里吧，是不是？看一下哦，还是这个路线。哦，我现在只有一个路线，没办法，要1000，然后这个要80，所以还是得慢慢累积这个爱心，不是爱心啦，黄心。好，升级。好，升级40了，还要赚到一些钱。OK， 它没有页面哈，让你切，就是在这个里面一直点，然后功能都在这边，然后也没有游戏的 ID， 目前没看到我游戏 ID 啊，没有说你是某某某管理者，没有，没看到。好，那时间上差不多，我大概就玩到这边了，因为就会卡住嘛。那是直立式的竖版手游，那就先这样喽。我是哈姆，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大家订阅、点赞、看铃铛，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